Guarda il personale. Pereira, Kubilay, Dino, güzel paslaşmalar. Ben Hur ceza sahasında çaprazla vurdu. İbrahim güzel bıraktı. Ben Hur. Atkom, Dino hareketlendi. Dino gidiyor. Dino sıyrıldı rakibinden. Dino girdi ceza alanına. Dino ve gol. Dino atıyor. Savunmada Atkom. Bu. Sisse. Ortası ceza alanına. Tehlikeli geldi. Dino ve gol. Semih yerden gönder Dino. Dino ortayı yaptı. Arka direk. Cabezas. Top köşede. Dino要射，闪开了一个空当。哦，还行。嗯。 这次要打，哇！这脚球打的质量是挺高的啊，石料天扑的很多，顶回来，迪诺再往后点掉，哎呦，这一次冲的是真猛，对，是力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距啊，身体条件差的太多了，嗯，又是找到穆杰奎的后点，看看穆杰奎胸停左脚。 具有斗志、具有求胜欲望的这种足球，又是后场的一次失误，迪诺再给到马丁斯单刀球的机会，右脚的推射。程进展上半场拼的也比较凶、嗯、啊，哎，现在但是今天浙江队其实做的好的一点是什么？上来之后呢，基本上没有再往里打的空间了。迪诺。 头球，这球有点难了，球速不行。被他这种精神所感染。机会，迪诺送直塞，马丁斯单刀球，哎呀，这球单刀打飞了。没有能够有队友接应上来，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广东华南虎这边在进攻端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迪诺起速了，连续的晃动，我们看看这球大锤在右侧。 小红哥瑞科给到右边，直接的打门啊！哎呀，这一球能够找到非常好的破门的良机，而在上半场唯一一次有机会破门的良机啊，就是来自于外围的远射。我速度非常的快，到禁区当中，右脚一，迪诺助跑直接打门，推了一个门将的反角度。那么场上这也是。 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这球冒顶过来，给到迪诺看看怎么处理，左脚的打门，这球进了。在中轴线，小胡哥一磕啊，迪巴是没有和阿莱士形成默契。我们来看看浙江绿城这边给到了单刀球的机会，来自于陈柏良。 这边迪诺来主罚这一次的点球，助跑打门，选择了一个低平球，非常的稳健，球进了，比分变成了三。浙江绿城的进攻，这球给的不错，华九区一对一，打门球进了。那么好，但是在球门柱附近的迪诺似乎没有做好准备。 看看还有机会，又是找到大奎，头球的攻门，再次被王琦扑出。哦，我们来看这边，门将是出现，又是一个小范围的传球配合，这个时候。
浙江绿城这边发起了反击的机会，迪诺进攻的速度非常快，前场的三打三又，我们看看这一球左脚的打门打偏了，先挑回来，看看再把球立起来，禁区里面，迪诺把球领下来，架炮之后小角度一脚抽射，这球最后的处理啊，不过呢，这几次也就是绿城队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迪诺把球抢断下来，前场一个人一挑四啊，迪诺还在带。观察队友的位置的时候，感觉出球的时候慢了半拍，就浪费了一次进攻机会。看看迪诺成个队友，这一次又是非常好的机会啊！这边是队长陈柏良，边路有拳套上，再传到禁区里边，又是迪诺脚后跟的磕球，陈柏良弧顶位置，横进的大门，这一下。两个人争在一块，马丁斯再往禁区里面给迪诺，迪诺射门，球进了，球进了，迪诺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要起速度了，找迪诺，好球，这个球接下来相当漂亮，准则自己射门，二点球，维罗克加扣开了胜利之门，但他身右呢是七号郭毅，顺势一给中路的直接打门，这个球直接传到了塞尔吉的手上，绿城快发任意球，迪诺单兵突进左脚打门，哎呀，这个球啊高出了横梁，哎，多利啊没有力到身后，迪诺单兵突进左脚直接顺势输球的话，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如果是仅仅是如果，外围直接打门，门将扑球脱手，哇，距离太远了，漂亮，这一下还是迪诺一对一面对门将直接打了一个当下的小门，这一下进球没有任何问题，再把球控制下来，陈柏良点给迪诺左脚的打门，漂亮，二比一，这下应该没有啊。的传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传下来，迪诺自己在禁区的盘带，主裁判指向点球点，这是一记点球，再向前敲，但这个时候在前面的奥斯卡的位置已经不太理想了，钟浩然直接向前给迪诺，把球一波交给队友，然后推向右边吧。They would in the beginning, so that is the factor that will work for our corner, but they got to keep it in mind that they got to increase the tempo.Now here might be a chance as prediction then from William Shongwe. Let's see if it can come earlier. Here from Dino Globo into the penalty area using his strength. Hits the upright from Motiba. That look for... 深呼吸，也是考验一下对方的门将，直接打左路，没有任何的问题，场上后插上的一次抢断，来看看这个球陈柏亮怎么来处理，送到了迪诺脚下，迪诺直接一脚地撤，二比零。这个球啊，迪诺完全是个人能够咬紧牙关啊，在最后时刻将比赛拿下，奠定胜局。好的，突然之间送出身后的一脚处理，再扣，角度很小。只有掌握住每一分每一秒，他们才有可能逆转取胜。看一下，迪诺直接打门了，哇，这脚法扳回了一个球。时间在倒数了，大脚往前场送，德阳头球的后蹭，迪诺两个人的包夹，迪诺倒地啊！此前呢，孙玉凡更多会打右边后卫，这边抹过来了，又有机会，这一侧打门，球又进了，开场17分钟这一侧